在家菩萨，大家安安。今仔日要讲这《地藏经》啊，进入第33天，33天不是头一天哦，进入第33天。注意，今仔日呢要甲注意讲的，就是延续了长啊，讲咱人啊八岁命中的时阵，爱提起着正念。念阿弥陀求生西方净土，因为啊，在本经来讲，有提倡着念佛的功德真大，能消无量业障，能增长无量的这个福报因缘啊。我定讲一句话啦，咱人活在这世间，也只不过短暂的数十寒暑而已，也就是讲，我呢也只不过是。五六十、七八十，甚至较到晚呢，有人活一百岁嘛是有啊。哪怕是活一世纪、一百岁啦，那么同款要经过生老病死的事实，因此咱称呼叫做人生短暂。而呢，我要甲注意讲咯，咱人生来人间也只不过有一次的机会啦。当咱人若八岁命中要死的时阵，死也只不过一次的机会啦。虽然咱袂当把这生死、人生一大事呢，当作是马马虎虎办过机会安尼，爱提出咱人的善意，提出咱人的诚恳，提出咱人对这个往生的心性，我认为这是人生第一大课程呢，这非常的重要。因为你我大家啦，人人爱经过死亡即间个来临嘛，因此我定讲一句足尊重的话，叫做生死是足神圣的代志，所以把这生死神圣的代志办得圆满呐。无呢，你命中的疫情无合乎佛教的观念，拢唔知影。好、哦，你也无交代遗言呢，甲恁厝的灌输讲如何来办完你的命中如法的代志呢？一旦你若往生去了，恁厝人后壁甲你母啊，这你想讲要逼起来讲话，甲阻挡呢，都来不及吧。所以在咱本经，也就是地藏经，一再敢提醒啊，当你临命终的时，爱多念阿弥陀佛，还是念地藏菩萨也是可以。安尼只要念佛菩萨的圣号，安尼会使着亡者伊的正念提起，连消有来讲40几劫的重罪，后壁经有讲会当消170几劫的重罪啊，佮增加无量福报，命中呢会当升望到佛菩萨的接引西方净土，即款神圣的工贵，你为安怎唔爱做？白白呢浪费你这个往生的机会呢？这是不是非常危险的代志呢？无唔对啦，所以我浓缩甲在讲遐话。咱命中时爱交代你下骹的人，爱如何呢？甲你丧事办好。尤其在你面临命中的时，你苦功的灌输，爱请出家师傅来甲助念，甲开示佛法，或者是亡者呢，会当呢提起着正念，因此呢心无挂碍，无执着世间。然后呢，心解脱来往生西方净土。有关这个问题是绝对呢，是正确的。注意听好，我来讲一个公案。
这我是从提起来讲，这发生伫咱屏东啊，一个张技师因兜因太太就对了。那么张技师是非常诚恳、非常虔诚的三宝弟子，不但三皈依，所以五戒佫受过在家菩萨戒啊。因此呢，因太太受过三皈五戒尔，欠伊一坎。那么这张技师啊，因太太往生了，已经如愿的请出家师来助念，兼开始佛法啦。然后因太太有得到利益无？有，得到100%利益。来注意听好。那么当个念，因太太在世拢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嘛，所以呢，因翁就是张技师呢，伊也照因太太如意所愿。哦，师拿来请师助笔呢，开始观音法门，同时叫师念观音菩萨的圣号，带动全家伙呢来为因夫人呢来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，来促成因太太来往生净土。那么问题出来啊，当念完的时阵，第二天哦，因这个一个八九岁一个查某孙呢，伊就出来讲，讲阿公阿公，昨吼去念佛的时，我目睭有看到吼，一个查甫囡仔做烟斗做烟斗，佮家庭双边边啊有两个足水足水的查囡仔哦，带阿妈呢向西边遐一直去一直去一直去呢，伫空中当中全消失去，我有看到阿公，然后因阿公莫名其妙，雄雄想着讲，哎呀！伊最快速度呢，移动脚步，准提出西方三圣出来，拄好因这查某孙看，你看有成这三尊无？因这查某孙无经过脑筋的思考呢，即时反应讲：阿公对，上烟头这个就是这个，这个，这个。原来这个啊是只有阿弥陀佛啊！伊讲上边边啊徛一个足水足水两个女性朋友呢，拢穿个全个网大呢啊！原来就是大势至菩萨甲观世音菩萨的呢，都会当证明讲，因太太呢是名副其实，往生西方净土。同时不但是观音来带路，同时西方三圣同一时间呢，从赴汤大会呢，赶来甲遮，来带伊往生西方净土去。我相信，一个天真无邪，一个做囡仔婴呢，伊是无可能讲白差的。所以呢，万人注意啊！你若好好的念阿弥陀佛，还是观世音菩萨，甚至在本经讲的念地藏菩萨呢？安尼佛菩萨无理由讲无带咱往生西方净土。有人来讲，因为佛有本愿呐、啊，地藏菩萨嘛愿呐。那只要有人念佛的位置，念菩萨的名号呢，安尼地藏菩萨呢，会浑身脆骨，在所不惜带这个。人民中的人、念佛人来往生到伊要去的世界，这唔再是叫做菩萨，不可以叫做菩萨来注意。所以万安注意呢，平常时爱多念佛菩萨的圣号，安尼对着你来讲呢，是一款真大真大的保障，是赞助你往生净土。你是为自己铺路来往生净土，安尼祝福菩萨赞叹，天龙八部给你护持啊！注意去听好，中华有一个李先生啊，伊本身自己伊也念佛念到往生，在一生当中呢，伊听到这净土法门了后，伊就呢绝对无第二心，一心一意呢来念阿弥陀佛的圣号。当伊要临命终之前三个月呢，伊就足用功呢，一天平均念差不多30,000句的阿弥陀佛的圣号。竟然在命中进前的三天呢，伊就自知时机啊。当时要往生呢，伊清楚，因此伊交代伊新妇甲后生安尼讲，讲呢，恁爸吼，过、哦、三天了后就要往生西方净土，望恁下骹人为爸呢来用非法方式。同时，把这个骨骸呢，就是骨灰啊，灰化了后，来进到咱中华这佛寺的这塔内底，就是爸爸平常时去行的时呢。那么，
当时你也为爸爸请出家师父啊，请三个来来上阿弥陀经呢三遍给我，唔免做七旬，只要你念三杯阿弥陀经，安尼我呢就非常感谢你，将念阿弥陀经这功德呢回向给我，往生净土顺利呢。我一讲完，大家疏散之了呢，这个老和尚也就是李先生呢，伊就加添一工，佫追加着五千句的阿弥陀的圣号。本来是念三万句，等于念三万五千句的阿弥陀的圣号，无非就是鞭策自己、加速自己，和自己较精进呢。等待三天阿弥陀来临来交接应呢。所以结果有如伊所愿无？三天了，真正家己去洗身躯、洗洗，倒伫眠床呢。喘气呼吸有较紧，然后来伫眠床呢，随着大众念阿弥陀的圣号呢，来渐渐渐渐，以世呢来往生别世，世寿81岁。所以注意想看卖啊，咱人啊，我都亲像这阿弥陀李先生安尼，在临命中遐尼安详，哦，也无拍摄，也无悲情抗笑。无努力，因规家伙啊，遐人自在来善终，难道人生的光荣甲价值，即款无得了吗？你伫在这社会风光伟业，伫大董事长、大企业家的头目，你命人命中有在条存者81岁乌里上遐人自在往生吗？佮知影讲当时要往生吗？这值得咱来思考的问题。人生价值，人世间人讲。来求出一个好事啦，真正有道理。为安怎求出一个好事？因为啊，咱人死了，唔是代表一切毁灭，死了咱的灵性佫存在。你好善终，就等于去一个介安详、介和谐、介清净的世界啊。无你命中的时，依依不舍跨界世间、执着世间呢，而临命终了，无有一个好善终。接着痛苦，准对着三恶道理。哎，你在生所做风光伟业，伫社会上出人头天，哦，对社会国家贡献遐大，人民将准颠倒，接着跨来对着家地吼，哎呦，无采认真诶，来人间一转，结果呢，飘摇伫三宝门外来往生，这毋是带来无比痛心诶遗憾嘛？注意，你讲敢毋是咧？无毋对啊！所以慢慢注意，哎，好好啊，在人生过程当中用功修道。像你讲这個老技师李先生呢，伊下过前后唔得超30冬尔，活81岁，等于50通岁呢，才接近着佛门啦。那么伊也时常拄着人呢，伊拢讲，我的生命实际上差不多20几岁。有人讲，阿弥陀佛。头毛吹秋笔啊呢？哪里敢来20通岁呢？伊则婉转甲伊讲：我过去啊，在60几年以前，拢过迄款迷茫生活，不能自觉的生活，过着颠倒生活，过着款作业生活。我认为讲我的生命迄60年是白活的啦。因此，实际上有意义人生呢，伫学佛了后。在改变着我呢，对人生的正觉，才能醒起来、自觉起来呢。所以学佛以来也只不过20通年，因此我自悲，我会回收20几冬呢。哎，对方听你家地讲，你有道理呢。所以讲注意啊，请这问恁在座遐尼济人啊，恁的回收是几岁？哎？所以呢，你听我讲的，就知影有一个启示啦。学佛以来，才是咱人生较有意义、较充实，同时对这人生也较有一个端正、正确的方向盘啦。安就是你拥有的慧修甲生命，安是有清楚哦。好，下面咱去讲，在这个桃园啊，有一个信徒啊，那么伊本身活到76岁啦。那活76岁当中呢，这人更加不简单。不但当时要往生会当知影，
果利用伊健康的身体都会惊咯啊！准家己呢，走去买王星配一领呢啦。哎、欸，啊买一领当中呢，佮家己走去服侍哦。家内底师交代讲，师傅啊，两天了后，你来阮家麻烦一下，为我来助念佛号呢。那么师傅伊心内是讲，哦，你的年纪有影真大，唔过走路健步如飞啊，面色红光光啊，故意叫做容面焕发啊。吼、哦，我以上你会滚笑咪，用我咪。我确实呢，就是呢，两天了，我要往生西方净土啊。所以今仔日来无非呢，除了个小别以外，同时请你呢，来两天后来阮夫人呢，啊，慈悲一下呢，甲我助念开示一下，我提起就正念的呢。哎，所以心情抱着复杂、怀疑啊、惊喜，因为我是莫名其妙心态呢，等待两天的到来到呢。真正两天了，伊大概因家的门家口呢，弯弯的所在有听出一阵的声音，为呢门家口传出来，大众皆赞念阿弥陀佛，这为伊助念吗？这个师父在讲，哦，这个和尚呢，老伯伯啊，确实有天才功夫，因为平常时啊，这七十几岁老伯伯呢。拢时常伫个佛寺个强修念佛啊！哦，比如咱法轮讲堂啊，逐暗呢七点拢有安怎念佛强修共款。哦，来呢，几啊百个呢参加强修啊。那么念家呢起欢喜心，念家一心不乱，念家有成就，念家有消息出来啊。因此呢，佛就来托头要带伊去啊。因此呢，真正即个时阵顺这机会呢。该随喜功德，伊个赞念阿弥陀的幸福啊，赞念点半钟。所以我也随讲，咱若是真正有心哦，奉献出来，那么来好啊，来修行，我相信诸佛菩萨伊袂误人呐。伊啊，佛是圣人，伊何必搭这个天大地大的白贼位呢？我看伊是袂呢。那假使讲伊搭白搭妄语呢？我讲这佛菩萨也无值得咱个尊重来给你拜啊啦，所以呢，偌济自古以来的诸圣贤主啊，偌济人呢，因个用功修道啊，那么安怎命中的时呢，一定呢，拢人家主宰是主宰往生，当时往生会知影，这部分出家啊，在家也是无量无边呢、啊，有关着这款的往生的情形呢。咱诸位菩萨，我会当介绍恁看一本书，叫做《净土圣贤录》，吼、哦，还是《净土十要》。这是敖益大师啊，伊个收集了历代往生净土遐圣贤伊所著作，特定呢修净土法门人诶，来个研究来个看，增加着咱对往生净土信念诶呢，我认为这是有必要啦。那么诸位菩萨，搁听好。咱一个修道人，对这往生净土呢，你的信心来执着，这是构成你往生拥有七成以上的机会啊，就对。加上一直许愿，过许愿以外呢，过实践来念阿弥陀的圣号，念念之间，无非把你的身心性命呢，导向西方净土。安尼世间的缘啊，真呢，安咱自然就往生净土。不得接面去啊！呢，好，随便听好哦。下面地藏经经文一个讲话啊，佛告诸名鬼王：你大主国，令法如是大愿，以生数中，护诸众生。若未来世中，有男子女人至生数时，逆木退时愿，终令解脱，应得安乐。归个王别佛言：愿不忧虑啊！我必是行念念永护阎浮众生，生时世时，即得安乐。
但愿诸众生以生死时，信受我语，无不解脱，懈怠利益啦。那么这段就是释迦牟尼佛，伊对这个诸明鬼王啊，因来讲话啦。伊讲啊，诸明鬼王，你发这个大慈悲的愿力呢？会当呢？哇，在生死轮转的过程当中，拥护所有罪苦六道众生，或者最深火热无目受。堪堪徛起来六道众生呢，会当一个一个去送至西方净土，或者一个会当生在人天的当中，这款呢，确实相当是有悲观的人啦。伊阁讲，那么那是以后现在未来所有众生，不论是男人女人呐，在这世间这生死轮转呢，那么希望诸明鬼王。你就唔忙将你当初原定嘅来提示你呢，保持原定嘅如初。伊就咧讲啊，那么使着这罪过众生嘅高贵人了生脱死，不但如此，会当得到究竟安乐呢？佛陀甲这诸明鬼王安尼交代啦。那么话题讲完，鬼王呢，伊就讲话啊，伊讲愿世尊呢，唔免为了这件代志。来忧愁烦恼，我呢鬼王呢决定呢，在我的血修，在我的有形的肉体，只要伫存在以上呢，我念念之间，我会使着这阎浮提所有众生呢，不论是在生时，或者是死亡刹那之间呢，我一定呢会想尽所有的方便之法呢。令这人会当得到这个离苦得乐，甚至得到人天的果报，甚至得到究竟的快乐呢？但愿众生伊在受苦当中在平常时会当体验到我诸明鬼王的心愿。那如果以我意思来讲呢，因我决定啊，未予这人呢白白个轮回生死，决定啊，叫我为了做呢。我会如这个众生以所愿，会当得到解脱，甚至得到大利益啊！安尼呢，诸面鬼王伫佛陀头前发这个愿，甲保证就对啦。所以望咱诸位菩萨，咱在世啊，好好用功修道啊，在用修未尽以前，这诸面鬼王有来帮忙着咱的修行就对，促成来往生净土，和咱一生当中安然啊。自在修行，会当呢无所困扰就对。好，诸位菩萨，下面咱讲地藏经一个讲话啊。你是佛告地藏菩萨，是大鬼王主明者，以净经的百千身，作大鬼王，以生死中拥护众生。是大师慈悲愿力故，现代归心是非鬼也。却后过170劫，当地成佛，护法无上如来，结名安乐，世界名净住，几乎的寿命不可计劫。地藏是大鬼王，地数如是不可思议。所度人天呢，也不可限量啦。以上就是释迦牟尼佛将这个诸明鬼王在这阎浮提内底呢，所兴化度众生一日经营介绍到这过一段路，介绍完了呢，那么释迦牟尼佛伊就对地藏菩萨安尼讲话咯，讲地藏。那么讲到这诸明鬼王啊，伊呢，就是已经在这个阎浮提内底，经过100生、1000生呢，直接轮转生死当中，伊做大鬼王。那么伊实际上讲，伊拢是拥护众生的，唔是歹鬼。不但唔是歹鬼，
伊当时是即个法身大师，有明心见性，已经有证成无生法忍的大师啊。那菩萨来一来力啊，因为悲怨的原因呢，因此现代即个鬼王身呐、啊，实际上唔是鬼啦。那么伊经过啊170劫了后，伊当即成佛，伊就成佛啦。经过170劫呢，伊就成佛啦。那么伊佛的名叫做是无上如来啦，伊个名叫做安乐，世界名呢叫做净住啊。那么这无上如来，伊在这世界时啊，伊慧修呢，哦，不可计劫啊，因慧修真长真长，无量无边呐、啊。讲到这呢，佛陀佫叫地藏菩萨，你讲地藏啊。那么这大鬼王，伊这个情形啊，不可思议种种呢，度化人天人，吼、哦，可以啊，为地界当中度起来人间呐、啊。是鬼道众生，和鬼道其他人天呢？伊所做的代志，做代志呢，不可限量啊！伊这代志既未完，说未尽呐。安尼来去甲这个地藏菩萨甲表别了掉。那么在这个所在，诸位菩萨听好，咱在修行的过程当中，我相信有当时啊，咱的周遭。哦，一朋友亲戚惯俗，有可能真正发生大事，迄也无得卡。那么到底什么来历呢？佛菩萨的时间，伊也未甲你讲出伊什么人啦、啊。那伊无用种促成你，互你道业成就，你有当下不知不觉。佛经有讲，有当下往往的伊的身份啊暴露时啊，伊就以最快速度离开你，或者是呢来别世去啊。像就讲啊，在东条这个国清寺，那么天台山啊，有一个寒山甲石阵啊，因两个就是发心大师呢，来实现伫这个寺院内底去修行，同时度化众生啊。那么这实现的啥人？寒山就是这文殊，石阵就是普贤菩萨。这文殊甲普贤菩萨呢，实现两个出家人呢，就颠颠倒倒呢。但是在颠颠倒倒当中呢，并无颠倒，因为心关哦，动机者心内不明啊。哎，当中又是人间来度化众生呢。那么，在这款的卡灭情形之下呢，煞红大家讲就以身份，这就是恶，这就是啥？一个就是啊，文殊的时间呢，普贤的时间呢，因为同一时间，一个，一个米变倒去。咱山坑必裂旁，咱密去，啊！一个时间计划去呢。所以我意思就是讲，咱伫佛寺内底，迄内底佛寺内底，伊内底出家人你唔知影，我表现了呢真正派啊！你唔知伊是佛菩萨来度假住旁的啊！啊，我是寺院呢，你无话正常呢，啊，小假假呢，这是大智若愚啦。较有智慧人，是呢，你空空啊，空空啊，但是讲就较无算嘅，点点啊，食三碗公半哦。伊先是拢办好啊咧，啊，已经清净解脱来咧，伊心关无烦恼无明啊咧，所以你唔知伊来滴个。虽然既然对方无了解，唔免随便呢，该下一个定论。因为有当时呢，会伤个对方，断人个神经，因都唔好。所以啊，以我本身来看，任何一个出家师父啊。如同一切地人同款，那么该当作是佛菩萨，因为咱早未讲失去着这机会来亲近伊的时阵呢。如果那是伊是佛菩萨来示现，安尼是不是丧失着咱亲近神的些机会啊？个人伊表面所行动出来讲怪怪有诶无诶，但是咱也茫甲认真计较遐济。那么伊有真济内在的才华、学识、甲学问。真正是佛法的基建的呢，咱在谈话当中，无定得到一挂佛法的消息啦。所以呢，佛祖跟讲啊，讲对待一切修行的人，爱当作如同一切地人，该当作是佛菩萨，迄一般呢。安尼呢，咱才袂丧失着亲近善知识的机会。亲像讲啊，在咱地藏经内底，诸名鬼王啊。
伊就是一个典型的人物。有人来讲，伊化身慧明，见到菩萨的高位，都甲诸佛做鬼王的，叫做诸明鬼王。在鬼道内底呢，来度化遐大鬼、小鬼，哦，无子无孙就对啦。或者无子无孙呢，来断恶行善，因此慢慢呢，来踏上这菩提之路，引导伊来下苦，发菩萨心。行菩萨道啊，安尼呢？可见啊，在咱的修教当中，有当时无时无刻会拄着枪流，可是伊无表示的身份，你嘛唔知是啥物来历。虽然唔好随便对咱修教的亲戚朋友，还是同参道友呢，来发出呢一款啊攻击，还是藐视对方的这款的心态，这是不应该。好，我就是要追讲啦。那么这就是要讲一个话，佛菩萨度化众生，实现在这六道的轮转的过程的当中，伊要实现对一道啊，迄是无一定的，叫做无有定法啊。伊要度鬼王，爱度鬼小鬼，伊就现一个呢，足大足大，足有权威，足有势力，足有德行，来感服这些大鬼小鬼就对了，大鬼王呢？有当个道者畜生，伊个誓言呢？畜生入场呢？道遐畜生啊！伊个道人道，伊看人道入场，佫有百千胎啊！上至国王、总统，下至文武百官，下骹乃至属龙工商啊！按照这个社会阶层的背景呢，伊誓言着呢，佮适当的身份佮入场呢，去这个誓言国王、誓言总统、誓言文武百官，誓言呢？乃至属龙工商有名有姓有势力的人呢，来去度化遐个阶层的境界呢，叫做无有定法啊！安尼唔只是叫做佛菩萨的功夫啊。那么，像你讲这主明鬼王，伊就发心慧明的菩萨来示现的啊。那么佛祖呢，伊嘛该受记呢？释迦佛祖甲这主明鬼王受记，伊讲佫经过啊。170劫了后，这个主明鬼王会成佛，佛的名叫做无上如来啊。所以呢，诸位菩萨，咱在座每一个佛的弟子啊，过那千人啊。那么，如果你来进行无生法忍的境界呢，安尼你也当受着诸佛菩萨，吼、哦，受佛的给你受记啊，会受这佛的给你受记啊，吼、哦，什么个受记？受记就讲，你无时无去当时呢，要成佛，佛祖甲你算出来，甲你受记啊。你成佛了，你佛的名是啥？佛祖甲你讲出来。你度偌济众生，伊甲你讲出来。那么，你遐众生伊的根基的状态如何？你佛的寿命伫个世界呢偌久？甲你讲出来。所以注意，你若正常无生法界的境界呢？我讲一句话啦，你就有了本钱来哦，佛给你受记。你的正常无生法忍，你就有了条件甲关系呢，来哦，佛给你受记啊。安尼罪有清楚吼、哦。好，下面咱去讲哈。那么以上第八品已经讲完咯，下面啊，咱要讲地藏经第九品，叫做啥？叫做啊，清佛明号啊。品的地教，这种清廉佛的名号啊，会能得到无量无边的好处，甲消无量业的功德。专门讲这品的就对啦，这边专门讲这，用地藏经讲啊地教品来啊。注意听好，这品简单讲，就讲你爱当清廉，释迦佛祖甲你介绍这的佛这的佛，你个清廉伊名哦，安尼自然就得到无量福报。消无量业障，乃是一皈依、一礼拜、一赞叹，乃是呀、啊，好安、啊、呢，按照佛的方法来修持呢，你会当慢慢一步一步当菩提，最后完成佛的果位啊。安尼叫啥？清佛的名号品，用进入地教。好，诸位菩萨，请咱大家呢，拍开地藏经下，地藏经经文已讲完咯。你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呢？别佛言，世尊，
五金为未来众生演利益事，于生死中得大利益，唯愿世尊听我的说辞。佛告地藏菩萨：如今欲行慈悲，救拔一切罪苦六道众生，因不可思议事，今正是时，为当速说。我自涅槃，须弥早必是愿，我亦无忧啊！现在未来一切众生啊，伊这意思就是讲，在迄个时阵，已经呢，甲这主命鬼王介绍完了，所以呢，咱即条做真慈悲啊。那么，伊话讲完，地藏菩萨伊就爬起来向佛陀三问信，就对释迦牟尼讲：“伊讲，世尊，世尊，我地藏哦，那么今仔日决定要为这未来的众生呢，来说了真济真济啊，来利益众生的代志，和众生在生死轮回当中呢，得到无量无边的利益啊，唯愿呢，世尊。”听我地藏呢来讲几句话呢。那么这个时阵，释迦牟尼是开悟性者，是性中性，这种雅量，这种包容性呢，就讲地藏，地藏菩萨啦、啊，你即马要兴大慈悲心，是大愿呢，要拔度一切六道罪苦众生，要演说和众生得到无量无边的好处。今来恁呢，你会当开始讲啊，你会当开始讲啊，当是较紧讲的，互较侪人、较侪人得到大利益啊。因为我释迦如来也已经呢，渐渐年纪真大，才七十几岁啊，渐渐的就在盘啊。那么你呀、啊，你紧发你愿来成就你愿啊，安尼呢，互我释迦如来也免呢。来为这件代志操心来忧虑啊！你来为未来一切众生啊，做大利益，因说呢，你的愿力和众生呢来成就啊，请你讲来呢。那么最搁看经文啊，经文又讲话啊，伊接着安尼讲：地藏菩萨得佛言，世尊，过去无量阿僧祇劫。有佛出世，佛无变身，如来若有男子女人，闻是佛名，渐生恭敬，即得超越呢四十劫生死当中，何况速为形象，供养赞叹，尽十方无量无边啊！好，这意思就是地藏菩萨呢。开始向释迦牟尼呢，来辨别了你来念佛、念菩萨，还是为佛菩萨的圣像呢，能得到无量无边的好处甲利益啊！伊大概伊就恁讲，伊地藏菩萨向释迦牟尼讲啊，讲世尊啊，世尊，那么过去呢，在无量阿僧祇劫以前，我古那世古那劫以前啦，这唔是用一般的这个、哦。这个文字我都记载到底是偌久以前，有一个佛祖出现在人间哦。这个佛祖名叫做无边心如来，因为身故当遍满十方宇宙世界啊，会当去兴化度众生啊，叫做无边心如来啊。伊讲，那是卡斯讲，有世间阎浮提众生呢，哪怕是男人还是女人。那听到这个佛无变心如来一名，或者是暂时生了恭敬心，哦，安尼呢，佮动一念头，佮念者哦，南无无变心如来，自念还是听了，安尼这人，这个正智呀，佛陀正智点起心来呢，会当超越四十劫的生死当罪啦，佮听了了，你看这功德偌大多。伊讲，何况呢？你本人来为这个佛，也上好光明，为佛上就对啦。
有些赞叹啊，其实是为了跟供养啊。而这人在的福报呢，会当是无量无边啊。所以呢，咱是社会上真济哦，学者、专家哦，雕刻佛像人。那么，伊不论是有心无心，拢后嘛得到真大福报。何况呢，伊来当搞这个画佛像，哦，画较济哩。哦，虽然伊是买卖关系啦，我相信伊暂先恭敬，乃是持续的恭敬呢。我讲以后这人福报大加，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。你为佛祖哦，啊种这个塑造佛像，红拜红生恭敬心，先欢喜心，红神经大电流咯，这福报是有够大啊！哦，依我所知呢，咱台湾普渡啊。在年轻这辈呢，台中有一个黄应普先生呐、啊，黄应普先生呢，和因年纪都砍我了，病一回都41。那本身伊的佛像，伊所塑造佛像，迄款的潜在意境哦，是不在下位啊。下单讲是伊的佛像去雕塑，目睭、鼻啊、嘴、耳啊，那是脚手啊、身躯的比例呢，都按照佛经呢。如理如法来去塑画啊，所以画在佛像的拢非常的超凡的呢，迄深深的意境啊，也拢是大家呢接近佛菩萨的边缘，一款不可思议的福慧之相啊。所以在短短数年之间呢，伊我都伫南北二路呢，畅怀南北二路啊，一种文明，迄也是偶然之间呢。伊除了对这个雕刻佛像，哦。伊深入研究以外，伊对这经典也非常普通。因此呢，在这款呢智慧含伊原力的塑造呢相关之下呢，使得伊佛像呢，在我在短短时间呢，明显的突破呢种种呢一切盲设啊。因此呢，在咱台湾报道呢，佛像也能数一数二的啦。所以呢，伊不但安尼，佫伫做些大专院校。还是社会政府机关的演讲，伊对学会心得，乃是塑造佛像种种的因缘呢，伊口舌也真好。那么这我敢讲一句，这黄应普先生啊，伊雕塑佛像遐尔那庄严、宏大、宏顶礼，那么我相信这以后伊高步不得了，这不得了不是对的哦，这不得了啊，不但能消。41劫生死同罪的同时呢，那么伊人阁较虔诚啊，唔是讲伊生伊人的心态呢，伊唔是，伊人退工钱，钱是介绍是行情是一拜一拜，较正常啦。那么同时呢，伊本身伊学啊听哦，当初伊在雕塑佛像时啊，伊相貌啊，并无介雅观呐。相貌我看你个地讲，哦，判若两人。画佛像十年后，跟十年前的你，过去呢，一人哪像阿修罗的，一人哪像乌蛇的角头兄弟，排不出队的。哦，啊，今日画佛像画到相随心所转，心灵转向，哦，相貌堂堂啦，嘿，面貌怎呢？福慧圆满，堂堂如像菩萨迄一般共款的呢。伊才深深家己因讲啊，确实佛祖讲无唔对。相会随心所转，心灵转向。过去我呢，还未雕塑佛像以前的相貌，跟今麦呢，完全是完全的两款的境界呢。佮现生就得到相貌转变啊，得到无量的好处啊。何况呢，伊佫研究佛法，佫修行，佫雕塑佛像，后摆这幸福啊，会加速啊，不可思议啊。我会引用这个公案呢。原因就是讲啊，咱来雕塑佛像，都恭敬，都赞叹呢。我相信佛祖伊袂误咱。佛经讲啊，能获得无量无边的福慧因缘呢。好、哦，等于黄应普大定呢，伊雕塑佛像，迄款的功夫呢，就是转变着伊人生观，转变着伊的这个种种伊生情，转变着伊智慧啊。这就是一款强固的见证啊！所以呢，注意菩萨，咱平常时，你若是闲时啊，
除了讲世间人讲为一寡哦国画啦、山水画啦、为林、为风、为草木，拢真好。啊、哦，你若当加添呢，来为一寡观音菩萨的圣像，哦，为一寡地藏菩萨的圣像，为佛菩萨的圣像，因为佛菩萨的圣像啊，迄毋是咱人的面，伊迄面有经过修行的造化，哦，然后呢，福慧圆满。完全超越了这人天一个部的相貌，哎，自然你的分析，你的分析，过了呢，你的相貌呢，哎，随着你的微相的当中，心境一直升华，心境一直升华，相貌会改变，改变，改变，等到尾时呢，黄应甫先生的相貌呢，咚咚的相貌呢，这一半就丢了。那么以后佫更加进步，进步，佮突破到黄应甫的面貌。那大雄呢？佛菩萨相貌去哩啊！无尽的波罗，无尽的升华，无尽的净化去呢。最后福慧圆满，成就佛道啊！所以呢，雕塑佛像也好，画佛做圣像也好，用功修道也好，一切呢，无非就是大雄菩提开悟证据啊！这是无唔对的啊！好，注意菩萨个听好。咱即马去讲一个啊，宋朝有一个叫做明义法师啦。那么这个明义法师呢，伊在阿弥出家以前，伊是相当有神经的人啊。讲起伫佛寺内底，看到有一尊真庄严、真庄严的阿弥陀的圣像，较早是用茶雕刻的啦。那么这个阿弥陀呢，是相貌是非常的庄严，可见这雕刻师啊。雕刻的师傅呢，啊，相当有造诣人啦、啊。若无呢，是无可能家伙做伊相貌呢，迄、那个福慧上雕刻家呢，寸尺遐尼准，相貌遐尼超人啦、啊。因为意境呢，深深就感动着即啥，明义法师，伊则佫在个心呢。伊看阿弥陀，哎呀，迄、那个庄严意境呢，刹那之间，家无量劫、无量世现金。怎啊搞出来呢？变安怎？伫大殿的边啊，靠家咧默默叫、默默叫，靠家咧声动天地啊！哦，内底师公，哎呦，我那头一人靠家凄惨呢，迄个小和尚食偌济苦啊呢？小和尚受偌大委屈，偌济压力互你呢？靠家遐尼恐怖啊！迄师之中有一个悟了，那有他心通。知影讲，这人伊相当呢，是看阿弥陀佛现经大殿流露，也是看发声发露而已，并毋是歹意，也是歹。然后呢，伊则甲遐出家人个同讲，卖个干扰，互伊哭，哭就哭有诶，即哭你家己毕业，哭你家己呢，伊现经会流露，哭你家己呢会开花结果，互伊哭呢，连续哭差不多四十几分钟，然后呢？伊目屎擦擦咧呢，在佛祖头前，佫拜，佫拜，佫拜呢，佫拜半点钟。然后呢，这书再甲引入啊客厅内底啊，甲伊泡一茶，甲伊讲只佛团，无偌久就出家啊，法号叫做明义法师啦。所以呢，佛像来雕刻个庄严，会度化足济人的众生，因为咱人总是爱看庄严相啦。所以我要求佛像搞雕刻一定要安怎？雕刻个非常的庄严，非常的庄严。若无庄严，我袂爱拜。迄、那個、雕刻个吼呢，迄面貌呢，目睭尖尖尖吼，像阿修罗呢吼，哎鼻啊尖尖尖尖，会毒人呢吼。耳啊呢吼呢，啊呢无像佛菩萨的形象呢吼，安尼足凶啊足恶吼，我看袂顺呢，袂惯性。我就爱看庄严，哇，像讲咱法龙功等呢。三尊的佛像，第三阿弥陀、释迦佛、甲药师佛啊，啊，韦陀菩萨、甲乾隆菩萨，都系我看假呢，会假嘢呢，哦，是不是我看个假嘢佛像，会雕刻师啊，爱相当爱花珍贵就对啦。像讲大中黄应甫先生呢，这雕刻师啊，这花叠加呢，我肯要互伊做，我阁来考验过呢，确实唔免我考验，人个实力就到遐啊。因此看伊佛像，哦，我一下就讲啊，无第二句啊，伊在搞雕塑佛像，所以为安怎咱法王刚等佛像遐尼庄严，本身呢，
我就对这雕刻这大师啊，我爱算过呢呐。所以咱这大雄宝殿的佛像呢，为安那全国十六县市每一个出家众，爱大家记住看得较定，大家比拳头尾非常欢喜。因为啊，雕塑佛像的庄严呢，这本身啊，这真要紧。那问啥物理由？因为众生啊，爱看这庄严相，啊、哦，看庄严相呢，会使着一线金流咯，起欢喜心。哎，因此会来学去修道啊。哎，注意清楚哦，我后尾也注意讲，你拜佛念佛，吼、哦，会增长福慧以外，雕塑佛像、供养佛像、赞叹佛像，同款有来让得到福慧，成就无上菩提啊。一日拢爱做回向呢。哎，注意清楚哦！哇，时间到咯，已经哈，咱地藏经呢，应按讲啊啥？明仔在第三十四天地藏经发挥呢，同时间再会。